为什么这个行业女脱口秀演员这么少？我哪知道啊？问我干嘛？你咋不直接问我这个世界贫富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？这太难了，我要为这个事儿负责吗？又不是我把其他女演员挤走的。一个行业女生少，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吗？很多行业女生都少，比如说在现在最现代化、国际化的行业《复仇者联盟》里。最开始六个超级英雄是不是也只有黑寡妇一个女的，而且这个组织还敢叫复联。最令人生气的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你知道黑寡妇的超能力是什么吗？我特意去网上查过，黑寡妇啊，她因为被苏联的军方特别精密的基因技术，特别用心的基因改造过，所以她衰老的速度比别人慢很多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超能力是要怎么拯救世界呢？是把坏人活活熬死吗？